清明，人行路无灯啦吼，清明行路无灯是做鬼啊？
咱无看到，咱无看到，别人咱有看到。含这八点叫失去了后，那安尼叫做大地乌啊。你无看到人，啊人嘛看到你。人讲千面刷千面啦吼，人讲地网云众网，啊相见如何？千面刷千面，啊刷就可以去落去啦。这个道理怎么讲？咱认真来讲，这个世界真理就是参详一拍明灯，真理就参详一拍光明在甲你带。咱来讲这个世界，因为失去了真理的光明，但是咱人是透过着这个叫做启福班，叫做启慧，慧叫做智慧。咱的智慧就是咱自性的明灯，咱人生要行何去何从？咱有咱的智慧在来传，但是咱今日去，若来到这个佛堂，就是每一日、每一处，就是拢来点灯，拢来点灯，就是讲咱讲，让咱怕自性的明灯袂叫失去，咱人生袂行到黑暗头，咱人生袂行到黑暗头。所以佛陀同时甲你讲一句话：，讲人生两件代志，袂使做唔到，听好哦。第一，袂使讲唔到话；，第二，袂使做唔到代志。这两句来记，袂使讲唔到话，咱真要学讲话啦，要学晓讲话啦，真正。一支嘴呐，机关枪，但是咱想着要讲好，就要讲好。咱一嘴拢在做孽，拢在做罪，所以咱讲叫做嘴有四种的口业：恶口、用舌、妄言、语意。啊，这个嘴所做孽叫做口业，不是口业。啊，咱每一日，咱感觉足简单的一句话就得出来，安尼就是口业。但是，迄个口业叫做负能量，咱的口业叫做正能量。但是，咱每一日。你甲把咱做偌济考验，是安怎讲咧？做考验，因为咱就是无智慧，要甲咱带路，咱就无智慧咧甲咱考验。是安怎讲？咱想着爱要讲到，要讲到，叫做知识，叫做智慧。那因为咱人生懵懵懂懂当中，你一世人，当时你捌代志，甲你人生结束个了底当中，讲偌济唔对话，咱有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我想讲出来。会晓讲话人，福星降；会晓讲话人，恶煞平息；会晓讲话人哦，福星降。今日你这个家庭咧讲的话是吉祥话，你这个家庭一定过得足平安，你这个家庭一定过得足顺遂，你这个家庭一定过得足幸福。是啥物原因？因为你讲的话就是叫做善话，叫做善语。所以听咧到地当中，拢足足舒服。当你这个家庭见话讲出来，唔是咧开明灯，唔是开明山，唔是讲南，唔是讲北，含咱今日的事，含咱两世，含咱太太拢开明落去。你这个家庭有好日子无？你甲想看卖啊？一个家庭，囝开明，翁也开明，某也开明，对不对？只有四大人批评，这个家庭破坏了后，无一句好代志，无一句好话，这个家庭一定会变好。那这个家庭，咱大家得赞叹咱今日的事业，赞叹咱的阿婿，赞叹咱的太太，哦，啊，赞叹咱今日的事业，拢把伊的正能量，正能量啊发挥出来，加因为伊的是非相对的不好的，也拢啊包容起来，这些家庭。咱两讲话，这叫做不得人讲，爱学两讲话。那学遐做事呢？这就较重要。咱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敢有做着一件对的代志？有啊，我做我赚足的钱，互我今日的先生开啊。我赚足的钱，互我的阿婿、我的太太开啊。是不是呢？你赚这钱，拢总是世界万物件，万般想到去，阿唯有有水性。咱无做一件，咱真正，咱应该带得到物件。你想想看，咱个想看卖，咱个人生啊，外部世界来好行，但是啊，外部世界来好行，你个想看卖。但是你伫人生开始讲，这个时阵，你做外就顺，所以人就会讲，
六足天上飞，必作佛家奴。你要做上天的高位，你要做佛家的奴才。咱讲有蛮足巧，拢要做咱今日是谁奴才？咱拢无要是做佛家的奴才。今日是谁奴才？就是阮呐。哦，万主星球，万物星空，哦，拼生拼死，哦，拼到尾啊，到尾今日是谁？代表今日是个修人啦，吼，要修一个人。今日讲要甲亲像人啦，亲像大像啦，吼。但是你有想过，你今日而且拼过程内底当中，一世人内底身体拼歹去，当你要离开世间以前，你是啥物？这你有想过？等我。咱只能一时看错，咱一时看错，咱咧看到拢看到这目前物件，咱无智慧咧看错，啥物智慧看错？咱当看嘛看世间物件，所以人叫做懵懂，叫做懵懂啊！啊，懵懂当今变成咱人等伊的时阵，咱安怎？要请西方来看哦，要请西方来当西方，要请迄个叫西方，迄个非常看咱呐做功德。拢在做这工课，有一个人吼，我这是讲实在话啦哈，啊我有一个讲实话啊，一工的当中，阮亲爷啊，阮亲爷讲啊啦吼，哎，迄条个，迄条个邓，今摆就是那个怎样啦吼，邓，哎，今摆就是恁做点什么事情，恁在讲对个模式啦吼，来邓爷后当中嘞，咱爸母啦吼。早一个叫西贡囡啊，囡仔去两两班，我这是熟悉的面咯，大家拢知影吼，这是我最熟悉的面。啊，一年等于一号，但阿同弟，但阿同弟啦吼，我就是加班来上，会噶。哦，一年伊咧做，伊咧做读书，伊咧较清楚。我一面搞一号，西贡囡仔先练一只，练只叫你听，叫啦。你也只叫去啊！阿西公爷看到我吼，咧笑笑笑。伊讲吼，恁这较无咧相信这啦，吼安尼啦。阿卖恁卖一个小小一只五百块啦，一顶就五百块啦。阿那无我得领得转来尔啦。好意思，你讲讲。王兄啊，阿你有了来吼，阿无阿小小咧，王兄啊，阿五百块领得转，蛮歹看啦。阿开始嘛讲个时阵啊，我拢甲提起啦吼。安尼，啊，即马就我放弃咱闲啊，闲啊，较早是西贡吼，咱就较知影。迄西贡吼吼，迄阵咱到底要做伊啥物事？到底要做哪样方面？咱就叫西贡吼吼，啊，甲咱找一个分母啦，因为伊可能我要较俗啦，啊，把身价甲咱分成济啦。啊，伊就讲，伊今仔就讲，伊是西贡好吧，伊是好吧，伊西啊对啦，安尼啦，西贡西啊。啊！西贡邓伊嘛，伊话讲的，伊讲的佛书啦，吼，拢我甲办的啦。啊，我嘛我甲传落去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我就想想，哪唔对咧？我现在安唔对咧？西贡看我是伊西贡的，啊，伊在西伊嘛传过来摆的邓伊的。但是伊邓伊吼，若讲你传落吼，可能伊过去传拢唔对咯。所以伊如果讲一个，伊所讲唔知要怎明白你听无？啊！伊只西贡个在伊个西贡对不对？应该伊这条路作熟悉，但是伊离西贡好啊，伊个书倒得个，啊，伊个西啊得个错路搭西啊得，啊，那过去可能错路唔对路啦。所以说，咱们在用。啊，所以我认为这是世间，这是世间的一个风俗，咱袂使讲安尼唔对啦吼。这嘛是人个成因之中。不过因为要信这物件，当然。咱就开始我一名，迄拢无上来。我即摆咧讲，讲今仔日修学道是因为你要等伊较唔等伊，是你即个决定，唔是死，迄是西贡较非常个家己决定。安尼听有意思无？唔是迄个家己决定啦，遐袂当家己决定啦，遐是拜天地神尔啦，遐袂当家己决定。所以今仔日咱会当修道学道，咱会当做着一件代志，就咱咧修道学道。功德的宣言，咱来度人救人，哦，咱做佛事，这当因为咱的根本。啊，所以今日，咱嘛是很好福，咱邀请到咱校长，哦，咱的姜江师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姜江师嘛来咱这讲几啊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姜江师的道理嘛真好啦，
所以今日咱有邀请到中方师来遮来助悲吼，啊嘛是因为咱的福报，不过因为咱大家吼啊用心啊来聆听着咱啊讲讲师吼，啊为咱啊助悲，我听到要讲好双修是吧？不会双修啦吼，啊我讲到这个所在，啊最后祝福各位大家啊福气双修吼，啊身体健康，啊万事如意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父亲慈悲前道，功坤道，功，但在此一点点加油。